上好。像以前，以前你都是热恋，没谎言，不是恋，晚上好。只为我依然失眠，梦里面你出现的画面越来越远。晚上好。不能少了你一点，像以前，以前一切的一切，有底线会发现，不像现在从几面。如果你从来都没改变，美女，美女不在了，我回家了，回家了，我回家了。我的姐妹，我的姐妹，人家都，人家都考大学了。我把她带回家，干啥呀？要来直播吗？是我们曾经女团的吗？嗯，不是，是我的同学，我的小，我的幼儿园同学，然后小学同学和初中同学。嗯，好，去吧。不想现在想几面，如果你从来都没改变。最近想听这首歌。等等，我觉得我今天就比昨天肿。我这两天牙疼，因为觉得我牙好痛，右边的牙很疼，不知道为啥，爱上火。如果你从来都没改变，你能不能在我一边？没吃糖，没吃糖，是，嗯，就牙里边疼。只为我依然失眠，梦里面你出现的画面越来越远。我能不能说，先我播一会儿会儿，播一会儿会儿。差不多就是一个一会儿会儿，因为多久就一会儿，因为我今天要早点睡，我今天九点多我就要睡觉，因为明天我有事情。明天没有事儿啊，没有事儿，所以今天要早点睡啊。树再也不见，大可不必找理由，直接走。别担心，我会去。你去干嘛？明天去，哼，干大事。现在的我们都想要出口，你能不能再爱我一遍？像以前，以前你都是肉脸。谎言不失恋，只为我依然失眠。梦里面你出现的画面越来越远。穿清晰差不多吧，跟我姐姐出去玩。以前一切的一切有底线，会发现只剩现在曾经面。晚上好呀。今天，哎呀，好痛啊！我有发炎。没关系，大可不必找理由，直接走。
街上的人群慢慢安静了，我在想你，可以不必掩饰了，那雨会停的，就随你去了，雨还在下，像在说话，它敲我的窗，叮叮当当。恋爱的季节，勉强不放下。谢谢 Star 的音源棒、巧克力，还有音源棒，还有巧克力。雨还在下，有疫情，有疫情，那就乖乖的原地等待，原地待着。哎呀，我怎么没有兴致啊？现在这光，我昨天也这光啊。我想坐直，我坐不直我就会腰疼。你们说说话呗，上面显示151个人，2个。没来看我没关系，有时间来就行了。我特别想给你们找我最近特别爱听的那个英文歌。还是很喜欢我，放点抒情。腰疼，我今天膝盖疼完了腰疼。再爱我的一点，留我独自失眠，留我孤单，你留下我们憧憬的明天，怪自己总陪着你，总带着你装作视而不见。着凉，我觉得就只要出门那就是冷，我觉得膝盖可能是冻的，太冷，在南方待久了，就是回东北就受不了。腰酸痛，因为酒经常坐着，再穿衣服，穿再多衣服都冷，就没办法，它就很冷，非常冷，就是冷，冷不是衣服可以解决的，真的很冷。你们听，我的身上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响。只想看你不会再对我的一点。我今天吃了吉野家，你们知道吉野家吗？好像只有我们这边有，只有我们东北这边有吉野家。好吃吗？怎么说呢？它就是那种很正常的饭，盖饭，但是呢，它是那种有他家独特味道的盖饭，没吃过啊？那你来东北可以尝一尝，这家连锁店，没吃过，吉野家，很好吃。我可能就真的要播一会儿会儿，差不多就9点左右我就走了哦。不知道要了多久，你都停在哪一个路口，在心中是否只有愧疚，不用
一萍大姐不在。你们唱首这个歌吧，这首歌有点 emo， 但是很好听。结束在最炎热的天气，分手两个字就像一句咒语，意外打开封印，我无闯入冬季，眼看着身体想再快速结冰，折射的阳光没有一点暖意，我只能闭上眼睛任凭绝望气息，最后一次深呼吸竟然在住记忆，我可能还是希望留下你，你的气息，春的夜色不走近秋季，有些爱情究竟不及季节更替，我情愿被时间隔离，也不愿一直面对着你的身影，夏的炙热不温暖冬季，而我只能停在原地无法破冰，强烈的挣扎以后终于开始脱离被迫冷静。哎，听到我这个烟嗓，感觉我好像有点哑，我有一下牙疼，主要是我一会儿要吃点药了，我牙好痛。拜拜。折射的阳光没有一点暖意，我只能闭上眼睛，任凭绝望侵袭。最后一次深呼吸竟然自主记忆，上火了，也没啥火好上啊，可能是水土不服。这首歌叫错记，一直面对着你的身影，夏的炙热不温暖冬季，而我只能停在原地无法破冰，强烈的挣扎以后终于开始脱离被迫冷静，季节在轮替时本该有交错，你最后迫不及待选择越过春秋和夏冬间存在的间隔，我只能看着这种距离沉默，憧憬了很多，幻想了很多，却依然构造出一座空中阁楼，无法阻止坠落。谢谢 Star 的荧光棒，谢谢 JAZ 的十个吊坠。好吃的没吃到啥好吃的，我妈今天上班，你们赶紧去告诉一下爱拼女士别上班了，啥也没吃着。谢谢羡慕庞克的红包和新吊坠，要不然你们看我怎么就没胖呢，因为我没吃的，我但凡在家里吃点我就胖了。谢谢 SHI 的红包。耳朵起泡了，为啥？怪我吗？怪我喽。现在还上班，现在快下班了，不然不管，你们问问他，应该在回家的路上。夏的炙热不温暖冬季，而我只能停在原地，无法破冰。辛苦是挺辛苦的，不过他明后天就要放假了吧，明天
处在最炎热的天气。哎，分手两个字就像一句，我还没看那个扔炸药那个叫什么，我还没看那个啊，对，开端还没有看，没看完，我还差两集就看完了，等我给你们，哎，不行，我今天看不了，明天再说吧。给你们唱一首《删了吧》。就停在这了吗？回应的夜晚，只剩抵达。那好吧，等一句早安就结束它，应该足够了啊。对彻夜的不安，心乱如麻。天亮了，冬夏的决心又出发。就删了吧，断了吧，忘了他，反正也都不说话，别再默默观察他每一天一整很潇洒。就删了吧，留着也不像话，反正也都没有回答，别再默默牵挂，我也不必再害怕。我真的哑，哑到说不出来话了。哎呦，听友们，喝口水，别想喝水。我头发怎么看还是挺红？我不想变成红头发了，我不想当红头发了。我就红好多长时间了，红了两年了吧。想黑吧不黑。好，保护伞。救援伞，不知道。浅色，这个也挺浅的，其实。你等我洗半个月的头发就浅了。天一直很潇洒，就删了吧，留着也不想啦，反正也都没有回答，别再默默牵挂，我也不必再害怕。就删了吧，断了吧，忘了他，反正也都不说话，别再默默观察。郑飞的应援棒，晚上好。就删了吧，忘了吧，忘了他。我今天就播一会儿，也就播一会儿，因为明天有事儿。哎呀，先上那个修幸运的，修幸运，修幸运，修幸运。觉得吗？看来你经常去呀，宝贝，经常去呀。什么？什么什么？九点。能不能让我好好唱首歌？我唱完唱好唱这首歌，我觉得我就要走了。有点感冒了，我。就等一下，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，我
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。你咋刚来就删？因为不想看见你。想送份大礼啊？今天是什么好日子？哎呦，别动。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，因为我今天有点哑，你听我声音有点哑。我刚才说了话说不出来了，然后明天要早起。少抽点，看你想抽就吃啊。而且我牙也肿了，不然你怎么肿？好，我牙肿了。为啥？我一回家就牙就肿，我拔了，就这边的智齿，好像不是智齿，是后面最后一颗牙就肿了。口袋更新了，可以更了，没更了，因为我觉得那个不好用。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。现在缺老太，我知道，我真的缺一颗牙，不骗你，我真的缺一颗牙。看看牙，凭啥？这是任正非的大傻。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，你张开了双翼，遇见你的注定。我会有多幸运？拔智齿不疼，我跟你讲，就28粉，因为我今天就想要试试这个颜色，不好看吗？拔智齿真的不疼，尤其是你要就是。真的一点都不疼，打麻药有那么一点点疼，然后呢拔智齿一点都不疼，你都不知道它拔下来了，它就拔下来了，很快，两分钟。就是我就当时就觉得我的这个钱花的就是很贵，因为它拔得很快，2分钟就拔完了。有点害怕，不要害怕，真没有感觉，真没有感觉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不是说疼不疼的问题啊，是没有感觉，没有感觉，没有感觉。过后疼吗？过后还好，没有那么疼。过后你说没有感觉那是不可能的，过后有感觉但是不疼。脑子吗？脑子不麻。我现在就是有那个麻药后遗症。就是你不能找那种，我不是就是不是有那种性别啊，我觉得还是要找一个力气大一点的医生，就是帮你拔智齿，他会一下子把你拔起来了。就是如果力气小的话，他可能要拔好几次才能给你拔下来，你知道吧？对 ，OK， 怎么样？你管我？我嗓子好痛。晚上好，今天大家都来了呢。今天我的朋友们都来了呢，多喝热水。不，我就不喝。我这个人很叛逆，你越让我干什么，我就越不干什么。该你的会了，是，就是，老伙计了。拔牙脸瘦了吗？哦，我跟你讲。拔牙跟脸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拔牙，它，你想啊，牙又不是长你脸上，对吧？牙是长你的牙骨头上，你的牙骨跟你的脸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，对吧？什么拔牙能瘦脸，那都不可能的，那他就是在骗你。就拔牙可能会瘦，可能会减肥，可能会让你的肉少一点，但不可能让你的骨头少。但脸包括牙。我下不下雨？可能得改变你的面。真的吗？
能是我的这个发型。忙着微笑和哭泣，我感冒了，嗯，我感觉有点感冒，嗓子很痛，感觉是那种感冒的前夕，感冒前兆，马上就要感冒，明天就要感冒了，准备一会儿有没有药顶一下，然后牙也肿，我就觉得肯定是那种连锁反应，反正只要不发烧就行，多喝999，嗯。我特别喜欢喝那个999感冒灵，我不给他们家打广告，但是他们家的药很好喝，吃点龙角散，哦，我知道那个真的很好用，很好用，不是什么都不能吃，我能吃，我怎么不能吃？多喝热水好。哎呀，大家感觉今天人都聚齐了啊，人非常的那个。穿了齐，多穿点，这不是多穿点的问题，这是真的很冷，就是它已经冷到，冷到，哎呀妈，就冷到你穿羽绒服都感觉那个风能透过你的感觉。明天以后可能不能看我的直播啊。好，好好过年，好好工作，好好上班，好好学习。就是说有自己的事情要好好的去把自己的事情做好，才能有更好的精神来看我们，谢谢栏目城的大傻。王志峰谁呀、啊、时间要去陪家人，嗯，好，给你鼓个掌，就是说真的就是有时间真的一定要好好的陪一下家里人，尤其是过年嘛，是吧，就过年大家要好好的休息，然后把平常的劳累劳苦，哎呦我的妈呀，都发泄出去，救命了，谢谢，我的妈呀，就是嗯，谢谢用爱发电，哇，再不敢，嗯，我你们帮我，谢谢，不是难以启示，我这辈子就没有说过这两个字，我就是这辈子没说过，就是有点我但凡我这辈子说过，我也不至于这么的一个手舞足蹈我都说老婆，对啊，嗯，嗯，等会儿啊，我酝酿一下啊，谢谢一个横一个横一个竖一个撇老爸，嗯，你等着，嗯，你就是，我觉得这个词你还不如让我叫爸爸，我觉得我更能叫出来。嗯嗯，我救命！我觉得你们的这个直播可能一直都是在看我，就是，嗯嗯嗯。手绑住，不是吗？我见的就是一个，嗯嗯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。啊，叫老婆，老婆可以吗？嗯，我妈在我面前啊。妈妈你帮我谢吧，你叫你跟他说谢谢老公的、啊、用爱发电，谁呀、啊、让我妈谢你行吗？
怎么叫这个 ID 名呢？啊，谢谢余生哥的大闪。好了，我写完了。谢谢老公一个浪号的硬爱发电，哎，谢谢。呜呼，好了，也没有那么难嘛，对吧？啊，没有那么难。嗯，不用不用不用，跟你说啥？嗯，我赢了。看，也没有那么难嘛，对吧？还好。嗯，以后就下次就不知道啥时候了。嗯，不可能再说了啊。我已经用掉了我人生最后一次的这个话啊，话说完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这两个字非常的难以启齿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一个不行。打面，没啥不好意思，那不是一般的不好意思，那是相当的不好意思，说明我是一可能吧，嘻嘻，我是一吗？我是侄女，嗯，我是侄女。话说回来，谢谢。哎呦，哎呀，别送了，静姐，咱换个号行吗？谢谢，一个浪号。哦，我会了，浪号功劳的玫瑰花，谢谢老浪，谢谢老浪。老浪，老浪，可以，我就是说，就是非常爱我的粉丝，我就是给他们会起什么昵称嘛，对吧？以后就老浪，不错吧，老浪，喜欢吗？我知道你一定很喜欢，对吧？你喜欢，不要害羞，你喜欢，你很喜欢，难过的什么？不难过，我知道你很喜欢，你只是不好意思承认你喜欢，其实你很喜欢。就是说，我现在有点激动，就是我已经不太会讲话了。谢谢河王的大赏啊！嘴上说不喜欢身材，哎，欢迎健姐，你看这多好呀，对吧？这号多好呀，这个号多美丽，对吧？多好！谢谢 O R E 的大赏，这多好呀，对吧？这个号多少？你看11级了，多好，不比小号好吗？对吧？你看它还闪闪发光，它还是蓝色的，它还特别的那个 special， 对吧？我开发了第5个小号啊，你想干啥？谢谢木南晨的南木晨，哎，什么木南南不晨，么晨不晨的玫瑰花，这不是紫色吗？这不蓝色吗？蓝紫色。这是健姐的玫瑰花儿。哎，这多好，完美 ，perfect。
哎，那是不是就是一个人取了这个 ID， 别人就不能取别的，就不能再取这个 ID 的名字了，对吧？我可以把你的 ID 读对再说吧。哎呦，这谁送的礼物啊？看不见，看不见，看不见呢。我很激动啊，我很激动呀，我很开心。很开心给你比心。第三次了不啊。哎呀，感冒的好了，还是有点哑，你仔细听。哎呀，谢谢大鼻毛，谢谢大鼻毛。被大鼻毛挡住了，激动的不想下播了。那谢谢深入的这个表情了，那得看你们想不想多看看我啦。谢谢南木城。对了，巧克力想啊。想啊，那我就陪着你吧。别拍我，那我就陪着你。谢谢健姐的玫瑰花，我不是有事儿吗？事儿有你们重要吗？有你重要吗？那就怎么说呢？女人的借口，我是真的有事儿，我明天真的有事儿，我明天真的有事儿。今天真的要早睡，但是我前半段的时间在洗澡。那你是洗完澡好了吗？还是还在洗？你刘海比中分漂亮。你是说我现在丑？那是我丑。那是我丑。在青青草地，我听见山上早洗完澡好呀。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，认真不换我有刘海像插秧的，我到底有没有啊？我都对我自己没有什么认知，反正我觉得刘海很麻烦。是吗？是什么样的呢？哎呦，这歌有点伤感，我们放点开心的歌吧。想听什么歌呀？我今天可能唱不太了。我刚才唱了一首歌，我唱像汪峰，就是很哑。当地真好，行，好，那我就不唱了。你觉得我今天饭吃的比昨天多，所以我就比昨天重，决定明天少吃一点。说话的方式简单点。真的，你跟昨天比，昨天这个地方没有。这是开心的歌，挺开心的呀，不开心吗？谢谢生日乐的表情。开心吗？很开心啊！谢
谢健姐的金吊坠，谢谢谢谢，哎呦，现在嗓子真的唱不了。谢谢健姐的玫瑰花啊，梅花，梅花，谢南牧尘的奶茶。你们下一次看我的时候什么时候呢？我想想，快过年了。我跟你们讲，大连今年不能放烟花，今年好像就是放烟花的要被拘留。谢谢健姐的虎娃娃，就是今年大连不让放烟花了，就不能带你们看漫天的烟花了，但是我可以带你们去海边浪漫的放小烟花。全国队左去年可以放烟花，我不拔牙，谁说我拔牙了？谣言就是这样传出来的。还去滑雪？我不想滑雪。城市的不行，应该是好。那时候我们浪漫的在海边放烟花，时间你们可以定一下，你们想什么时候看？也好身体，我就是有点小感冒，没啥事。绷着脸，绷不着，放心。海边能冬泳吗？那必须能啊，那必须能啊，就差你了，就等着你，就你不去，他们都不游的。那我啥时候有空？我都挺有空的，其实。之后再不打好。不急，我几号回去？我九号才回上海呢。我九号才回上海，我九号之前都很有时间。我衣服一脱，直接跳进去了。脱衣服多麻烦啊！不脱，直接跳进去，穿羽绒服跳。正好那个羽绒服直接飘起来，多好。炫富四肢的视频吗？游回上海，哎，行，那必须能游回上海。就是饭随偶像嘛，就我都游回上海，你们就跟我一块游，知道吗？怕我游不动，我真不会游泳哎，我好想去学游泳，但我觉得我这么大了，好像学游泳有点太晚了，对吧？而且有点那个。差劲儿完了，哼，你好，你是好劲完了，你好，游得动游，那必须游得动，可游了，游不到一半就沉了，游不到一半，你说我怎么能沉呢？我这么一个轻飘飘的人，对吧？我就是一个体重60多斤的人，怎么能沉呢？我就是躺在海里，我都是浮起来的。油腻的时候很放得开，因为我心情好。就不瞒您说，就是我每次跟大家开玩笑，油腻的时候我心情都很好，就逗别人玩很开心。然后呢，当我不逗别人玩的时候，我就会很高冷，就像我现在一样，这样就是一个大高冷。念 ID 一点都放不开，这是因为，我要是放得开，那不就出大问题了吗？对吧？是吧？60多斤啊，这样，哪有？有什么？会出啥问题？那不就是一个，也没啥问题，但是呢，就是一个，不行，你再逗我，我又该害羞了。我不能，我你懂的。放得开，直播间就危险了。对呀，那直播间危险了呀。那
就别人送我一个什么，然后你在谁谁谁谁谁啊这，你想想吓不吓人，对吧？纯情豆，那嗯，我。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不是这个样子的，嗯。换首歌，谢谢南牧尘的红包，我给你们换首歌，这首歌才能表达我对你们的感情。想想。这首歌。这首歌代表了我对你们的不在乎，你心里还有谁，且让我给你安慰，无论结局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。既然爱了就不后悔，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，我的爱如潮水，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，爱如潮水它将你我，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女人见识你的妩媚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这首歌代表了我对你们的感情，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，过火。这是什么歌呀？也是张信哲的歌。哎，我想别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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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走嘛，汉子嘛，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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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嘛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喜欢那首歌呀？曾郭代表作，他这首歌唱得很好听吗？好的。啊，那首歌不好听吗？我觉得挺好听的。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，让你疯，让你去放纵，以为你有天会感动。欢迎留言，我装作无动。他的副歌在哪儿？怎么忍心管你？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，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。嗯，找到了。怎么忍心管你？犯了错，现在不放分手快乐，又没分手，为什么要分手快乐？我们还不是就是在一个蒸蒸日上的一个氛围里吗？对吧？受折磨，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。如果你想分，想破，谁犯错？你犯错。你犯了什么错？破了火，让你更寂寞，安心漩涡。不该进去直播间，怎么了呢？直播间让你有什么不满的地方？
害怕，害怕，为什么要害怕呀？为什么害怕？我怎么了嘛？我这是说真话，怎么就是让你们害怕了呢？太卑微了，谁卑微呀？我卑微吧？哎呦，你也知道我卑微啊！哎呦，这种事情怎么就这样子说出来了呢？就不应该这样说的呀，不应该这样说的。你太卑了，我卑微，哪有嘛？以后不做甜品了，是啊，我也不做了。二级菜你也是。Listen， 一天一生一乐的 OK。说快了，你想听这首歌吗？这是木南城的烟棒。灯光洒落，彻夜灯火。我今天嗓子还是不太适合唱歌，我有头发比有歌好看。你跳过，别摸老年。我跳过啊。这首歌也算是我来上海自己扒的第一首歌吧。没有我不会的，还是有很多没有我不会的，不敢，是不敢摸。有机会啊，有机会，不过感觉这种 solo 的机会很少。关不掉，关不掉没跳过，但是我跳过天使的圈套。谢谢南木城的一元棒，不对，虎娃娃，我买两头一元棒。什么？你姐吗？是谁啊？三什么 ？Sunshine 唱的？什么？你姐吗？什么歌呀？谢谢剑子的玫瑰花。成全你。你喜欢这个团啊？我有一个朋友，现在好像签了他们的公司。为什么阿西呀？木南城，木城南，哎呀，你就随便嘛，哎呦，你名字好难念哦，我这辈子没念过这么难念的名字。你们对我说的话，别道歉，像羔羊。没念过更难。念过，我念过英文，很难的，我就是不太会，然后我就直接念它后面的三个字母。我聪明吧？我是丽姐。叫我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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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我姐姐。我是你姐，叫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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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。我就是你姐，别对我这个话题啊。我 ID 是我最难的，对，是的，你的那个小号的 ID， 这个榜一是我最难念的。念的时候我就会叫爸爸看一下爸爸，不是看这个毛线球。我是姐。你
喜欢这个团啊。看来你的审美还不错嘛。哎，他们里面有一个女孩子长得真的很好看。我是你爹。为什么？我为什么是你爹？王爷的这个名字难道我敢念吗？你猜。我喜欢你叫你叫我姐。你喜欢叫我姐，那你就叫啊。你叫我姐呀、啊、叫啊。我这辈子都念不出来。我念了，我竟然念了，好不好？我念了，不信你就看那个回放。我努力了，我努力了，我念了。你得先把姐叫来。我是你姐，叫我姐那么难吗？普通的普通人。老婆，老婆比较好，好叫出口。人傻鬼大，年龄不大，谢谢木南尘，木尘南，南木尘的梅花。我不下次不叫你了，我下次不念了。出口吗？不是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太难了。我下一次换一个叫，我给他起个昵称吧，我叫他你和的。太好看了，真的。我喜欢你和的比较好听。这首歌很好听，倒影。干嘛呢？可以呀、啊、我还会跳这个呢。心情不停，想你的心已不停。我会跳那是。是女娃的吗？不是女娃的。是一个。木子的大山巧克力，我还有视频，我当时很好看。要去看，我没发过，在我的手机里。我脑子还真的还挺好使的，谢谢站起的玫瑰花，谢谢你盒子一元棒。就说虽然我有的时候很帅气吧，但是呢，其实我跳舞还是很女的。
我不帅吗？我准备回去录一录练习室给你们发发看吧。我好久没有更新我的 B 站了，很良心。没有，我要不然就是一只花，要不然就是一个瓜，就是我是一个百变的。你们想看什么样的舞蹈呀？有帅的，有可爱的，有性感的，还有性感啊，沙雕的，你瞧不起谁呢？你成年了，是成年了。可爱的，可爱的也有。每个都来一个，哼，贪心的人类啊。等到时候我把我之前学的舞蹈都复习复习，然后录几个舞蹈视频好不好？然后到时候发个 B 站。我的 B 站都掉粉了。可以看十八岁以上的吗？可以吧。不行吧，到时候我就忘了，不可能，我发誓，截图录屏，我王楚如发誓，我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录舞蹈视频，然后给你们更新 B 站。好了，画大饼，我这饼画的，河北前的那个不是，这是我画的阴影，你不要在乎我这一块，这画的阴影。看看会不会爬山，爬山是啥呀？爬山是干嘛？什么意思？没有，就是白话。那你我会怎么不会呢？这有啥不会？我想想，我昨天想起来了，我昨天把一说成二了，就把二说成一了。Just friends。我很清醒，我没有喝，我虽然我买了两瓶，但是我一口都没有动了。谢谢南木晨，会了，谢谢你的一元棒，九个，连夜爬上，你喝吧，好，孔童什么？孔童山。啊，绿色直播这不绿色吗？怎么了呢？孔童又是个啥？恐龙，恐龙，就是太过了，受不了。你放心，我应该不至于。我就是首先吧，我穿的会很保守，就是吧，我就是在买衣服这方面一直都非常的严，就是非常的那个严格，把握住，那非常非常把握。什么东西飘过去了呀？我说难顶，恐怖东西。小朋友，小屁孩，哎呦，小屁孩，
你来了，小宝贝，小丢贝，小屁孩呀，小屁孩，小屁孩干嘛呢？这么晚不睡觉啊？这么晚不睡觉？成熟人，打死你！哐，帮帮给你两拳，谢谢健姐，玫瑰花，给你帮帮两拳。大晚上不睡觉，你知道吗？你还在长个儿，我跟你讲，你还在身体还在发育，你可不能熬夜。小屁孩，小屁孩经常去别的直播间发弹幕啊？是吗？小屁孩，我觉得有资格叫别人小屁孩了，我可太开心了。他有1.6米吗？他1.53米吧。现在睡觉的才不是小贝吗？小朋友该睡觉，小朋友该睡觉了。是的，小朋友该睡觉了。他多大了？他2007年的，2007年多大？算算，3×12+3，15岁。不对，2007年，14岁。你05，你07，你骗我！大家不要相信他说的话，他2007年的，我知道，他2007年的。07，再不睡觉连1.55米都找不到。对呀、啊，再不睡觉怎么办？你相信谁？你相信我，我比他大，我比他靠谱。他0.05米，嗯，百度是不是更改了2岁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晚上不睡觉，对，他晚上真不睡觉啊！这小孩，怎么这宝贝？真不睡觉，他不睡觉，大家快告诉他不睡觉的危害。他晚上不睡觉，他不是睡得少熬夜，他是不睡觉。你一下子懵了，这有点，这虽然有点就是血腥，有点那种残忍，但是真的有点很吓人的。宝贝，睡觉。谢谢贺小星的虎娃娃。青春期睡不着。这就是借口，变不了。我们的直播间好像在开一个批斗大会，还是要早点睡觉。贝楚涵在不在？贝楚涵，走了。这个孩子听不得劝，哎，你操碎了我的心啊！然后这个作为他的一个好姐姐，操碎了心啊。寒假作业他应该没有这个东西，哎呀，气死我了。他继续下一家了。和当年的我跟你讲，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，我每天早八晚十的跳舞，对吧？他就早2年嘛，2年前我早八晚十天天跳舞，每天12点之前睡觉。我现在稍微的有点那个懒惰了，我之前可是非常勤奋。被未成年女人撒屎，还没成年，怪不得长这么大屎。而且我比李慧说，我之前他是这么看我的，就我在沈阳的时候他这么看我的，他现在就是要跟我平视了，就证明我长了很多个。可以做三五的年纪，啊，这我能做，做出来20分。我170.4，不要污那个抹去我的零点四，拖鞋量的呢，170.4，45入107.4。0.5都不是，我高着呢，那是我以前0.4。你可以45入，45入2米。对，我2米，我厉害着呢，我可厉害了。1.71米可以，我想我的目标找到1.72米就行了。谢谢南木晨的9个大闪。谢谢小星的红包，天呐，和你的大高个儿，个儿
个还行吧，在我们队里就是正正好。高个花，嗯，我还是挺花的吧，朋友们，我还是挺花的。不过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我跟就是我跟小慧拍的那条抖音，我在那块就非常的拽，我就想装一个瓜，就是想就是当个瓜嘛。然后呢，我就努力的尝试了一下，然后我发现还挺帅的，是吧，小朋友们？零点一二，我哪有？我是0.5，真的，其实我长得比较犀利，我觉得我长得不是很可爱的那种类型。真的，你看我眼睛是长长的。我没有0.5，我有0.5，0.4，也行啊。0.4，那不也是更偏向于0.5吗？对吧？我是零，我不是。我不是，我是侄女的把戏，我是中东石油王，中东石油王侄女的把戏。侄女装零。笑死我了，谢谢小新的红包。哎，你是男的啊？你不是男的，你是侄女。侄女别出来，嘿，你咋知道我是不是？谢谢剑姐的玫瑰花，我脸上写着我是侄女吗？是，那我也是，看不出来吧，嘿嘿，真的是男粉，真的。那我终于了，欢迎，热烈欢迎！谢谢小新的七个大闪，谢谢。零装侄女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咱们这个话题我可以跟你们好好聊聊，我完全就是我觉得我可以跟你们聊明白这个事情。你爱怎么做音，这不过年了吗？对吧，过年了呀，就没关系啊，美甲不能，这你们这时候是对一的偏见，凭什么一不能做指甲？凭什么？你们这个就叫做歧视，这个就叫做区别对待，你们区别对待，可以做指甲，为什么不能做指甲啊？娘吗？真的不帅吗？我觉得挺帅的，你看他闪闪发光。我啥？啥？不必纠结，这不是常识吗？我觉得吧，就是一不一跟指甲没有什么非常大的关系，对吧？咱们这个直播间要没了，你们再聊一会儿，这个指甲这直播间就没了，你们就一个月见不到我了。比较好看是吧？就专属于一的指甲。
这哪样？我哪样了？我没哪样。咱们不聊的一直都非常的那个 green 嘛，对吧？危险发现，危险，危险的不是我，危险的是那个什么什么，嗯，危险的是他，他。哎，笑死了。美甲确实好看，是吧？行了，不当一了，我不当了，我当零不行吗？别说了，我当零。哎，真是的。我有关和我有妈关系，有妈关系，你俩好逗啊！你俩有点甜，有点，你俩可以就是线下去碰一碰，现实碰一碰啊，都是上海的嘛，对吧？多好，我给你俩牵线。我怎么又磕？我没有磕，就是认识一下，认识一下，对吧？就是多一个一起去的搭档 ，party 呢，对吧？我当红娘，我不是红娘，我就是认识交个朋友多好啊，对吧？就是以后一起搭伙做个伴，一起来找我呀，对不对？一起来找我多好。你不好意思，哎妈，还有你不好意思的呢。哎呦，不要听他瞎，不要听他叭叭，他非常好意思，他是一个社交牛牛症。Yeah.噔噔，有陪我见过啥见过？你要来找我见过吗？为什么不来线下找我？你们什么时候来找我呀？什么时候来我跟我握手过一样？佳慧是美女，是美女，而且非常的白。我说过她很多次了，很白。什么时候来找我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跟你讲可过分了，我可过分了。我回上海一年，他就给我安排了一次握手会，我觉得他就是觉得我，他觉得我不行，他就是不给我握手会，我都没有握手会，准备收劝去，应该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你们不能骂他，他就关我直播间了，就关我口袋了。我们从现在开始要积极阳光向上，然后每天夸夸我们叶总，好不好？夸夸我们叶总，夸我们王总，夸一夸，多夸一夸，成为销售冠，好，成为销售冠军，当一个 KPI 王者，跳路灯。就去王秋茹上班，王秋茹上班上的不好吗？王秋茹班上的挺好的吗？你们觉得我最近的班上的怎么样？只是磕个糖，磕，不能磕，不能磕，不能磕。为什么不能磕？因为不能磕，就是不被允许。要他们两个见到了再说嘛，对吧？私聊，哎，怎么就私聊了呢？我最好哼，像他吃了小孩子，因为我今天出门了，涂了一遍口红，然后呢，吃完的东西我又涂了一遍口红，然后呢，我回家我又涂了一遍口红，我一共涂了三遍口红。那几个小孩，我算算啊，不多，也就80多个小孩吧，不多。
明天我再多吃几个，凑个整。你想当我的小孩吗？救命！救命！明天，明那你明天就当初，嗯，白痴小孩，嗯，就很好吃啊。那得看你好不好吃。快月底了，我用发抖音吗？我发抖音跟月底没关系啊，我们没有抖音 KPI 啊。抖音是看我，看我的想法。你就不能不啊？为啥呀？我觉得很正常呀。怎么了呢？有什么不能播的？那一定是你们脑子想的跟我不一样。你们脑子一定要像我一样，就是放的空洞，什么也没有，懂吧？黄色灯亮，对，像我满脑子都是那个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我确定啊，这次好听啊，在一起了，这么快，两分钟哎，这里就，荷花真好难听啊，好难听啊，哎呦，这啊这。哎呀，那就是恭喜恭喜二位啊，真快，这么快。我撮合的第一队，我撮合了好多队呢，真的，只是他们后来就慢慢的离开了我，就是因为谈起来了就不要我了，就我就无所谓了，懂吗？真的，你们可能有的时候，你们以后假如找到了女朋友，然后你们就不会要我了。你们就不会喜欢我了。你们就会把更多的时间给他，而我就只是一个空虚的人类而已。有女朋友还看我干嘛啊？你看看嘛。你看看嘛，这个就是连锁反应。你有对象了，但你喜欢我，那你纯纯的大渣男。渣男，你有女朋友了，你喜不喜欢我呢？你喜欢我，我喜不喜欢呢？你喜欢吧？你喜欢吗？人要生三胎，哪有时间理我？哎，哭了哭了！打击我，我有啥好打击的？我觉得单身非常好嘛，太快乐了。真的，我身边有，就是有之前上学的朋友嘛，还有一些之前认识的朋友，然后呢，他们有的人就会跟我诉苦。就会给我哭，真的给我哭，就是微信给我发就哭了，啊，我分手了啊，那个人怎么样他了啊，怎么样了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哎呦，下一个更好，更美丽，更怎么样，我谈过吗？哦，不熟，但是呢，我就每次都会装作我非常的厉害的样子，然后我就安慰他，让他检讨一下自己，为什么？我觉得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有段时间，什么一段时间？十月份的时候，我好多朋友，三四个朋友一块找我哭，就把我吓到了。
就三四个朋友直接把我哭，直接一块儿找我哭。我当时就是一会儿安慰这个，一会儿安慰那个，一会儿安慰这个，一会儿安慰那个。我问是牡丹，牡丹是啥？牡丹啊，牡丹，牡丹 solo， 牡丹花，牡丹，你们怎么真会玩？牡丹，谢谢南牧城的元棒啊，不，巧克力。牡丹 solo， 你们是牡丹 solo， 你们肯定不是。只有像我这种十四岁就被骗进来的人才会牡丹 solo 吧。你是我的啊，这个你可不是，哎呦呦呦，真的很惨，别说了，我眼睛要掉了。先给你们，我先，我马上过来啊。哎呦，我好了！哦，天哪！我眼睛里进了一个毛！我天哪，一个毛衣上的一根毛！好了，我给它揪出来了。就是毛衣上面这个毛，你知道吧？我这毛衣上面有很多毛，然后就掉了一个进眼睛里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进来的。这毛衣上面好多毛，就它这个毛。眼睛没，没事儿，眼睛没事儿，眼睛没事儿。我以为我的眼镜它划片了，原来是因为有毛啊！我感觉得我瞎了，这么大怎么能进眼睛里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我眼睛大。鼻毛进眼睛，都怪大鼻毛，都怪大鼻毛。奥辉老 CP 了，我都不想 Q 了，就是老 CP 了。我戴眼镜，我近视很严重，而且我跟我爸今天聊天嘛，他说想让我去做那个近视眼的手术，没有做过嘛，就是那种激光的手术，他说想让我去做一下。
老黑粉那是黑粉头子，奥妈黑粉大哥，扎辉黑粉二妹，这俩老 CP 了。你奶做过青光眼，那你奶奶怎么样啊？最近奶奶怎么样？黑粉，Blackpink。黑粉大哥，我妈她现在稍微好点了吧、哦、我觉得她有一次发我的那个照片是真丑啊，是真丑，你们见过吗？那个很丑的那张照片。哦呦，哎呦，好久不见，怎么最近都流行开小号呢？怎么都这样呢？笑死了，你别笑死呀、我看到春安，哎呦，你看又卡了，每次卡的都很丑。对呀、那个图标真的很丑。那个在国外的，是那个一个视频的截图，就是笑的像个傻子的那个。谢谢南牧尘的巧克力，你又不知道我是你啊？哎呦，在口袋放哦，真的很丑，你看你们都说丑那就是丑吗？你看你们都说丑，好好笑，真的很丑啊，真的，但凡就是不喜欢我的人，他们就是会就去拿去黑我了，是那个999，都怪999让我身败名裂。黑粉出轨大夫，营养过剩，我现在稍微的营养下去了点吧。喜欢你的不是黑料，也不喜欢我。偶像包袱一直都很重吧？我有的时候阿 Q。怼他了，太棒了，我都不好意思怼他。倩姐你怼怼他吧，他欠怼。面子欠轻重，我面子很多，头发哪是。咱们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大，打起来，不爱了，淡了。面子中还不去运动，哼，你不爱我了。哈哈哈，怎么就哈哈哈了？要继续就是攻击群里，别啊，直播间多好啊，直播间。打起来！哇哦，谢谢园长的皇冠，我戴一下。谢谢园长的皇冠。哎呦，我的嘴角不能那么往上。谢谢园长皇冠。哎呦，张家辉又开始了。可以阳春自学。好了，我又开始了。不爱你就让你多吃多睡，享受生活。好的，那我就听你的话，多吃多睡，享受生活。送你的啊，对不起 ，sorry。谢谢渣渣辉老公的皇冠，谢谢南牧尘的巧克力。
谢你还不谢谢我。张大混，我要是你，我现在就是好好的感谢一下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帮你这么多人，这么大的牌面，对吧？我就直接在这里谢谢了，多好。要我谢，当然要我谢了。你谢很多人都看不见，我谢所有人都能看见，对吧？对的，还好吧，还行，还行，就是活到老学到老。哎，不见，我算老几？他凶我，他凶我，恼羞成怒了。对，这叫什么？就是刺激到他了。大辉怼王志如专业，对，他是可专业的怼我了。但是呢，我现在也要学会反击，人不能太老实，知道吧？人只要一老实就会被欺负。绿茶，我还可以加绿茶一点呢，姐姐。姐姐，你不要这样子说好不好嘛？姐姐又老了一次，我一直都没有觉得我自己怎么样。哎呦，谢谢南木城的红包，谢谢健姐的虎娃娃，谢谢娃娃。别这样，为什么不让我这样？不爱了，淡了，自己人别开枪。你不喜欢，不喜欢，不是说喜欢夹子音吗？好喜欢，真的吗？谢谢独孤，好难读，独孤一仙的应援棒。多来点，你可以啊。健姐喜欢这样吗？她喜欢什么样的？你可以，那咱俩 battle 啊，咱俩 battle， 看看咱俩谁更茶一点。哎呦，怎么办？我看来张家辉就是想抢走你。哎呦，怎么办呢？既然姐姐这么喜欢你，那妹妹也不能说什么，是吧？那妹妹也只能看着，对不对？我也不能怎么样。哎呦，打起来，笑死我了。不能粉丝不能出声，他可以打字啊，他打的字，那不更好吗？而且我直播嘛，我也有的时候有很多不能说的话，对不对？但他什么都可以说呀，对不对？这样会放老鹰夹不了他，他夹的时候我也没见过，对吧？好，晚安晚安。哎呀，你这样子说的话，那我怎么办呢？谢谢珍姐的玫瑰花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都有玫瑰花，你都没有玫瑰花，是吧？哎呦，干嘛？谢谢剑姐的玫瑰花，谢谢。哇，谢谢又一个玫瑰花，怎么这么多玫瑰花呀？哦，好多玫瑰花哟，谢谢。好贱啊我。谢谢玫瑰花，谢谢，谢谢玫瑰花。张伟好惨。哎呦，谢谢玫瑰花，玫瑰花。张大辉，你什么时候进团呀？你进团，我高低送你两个玫瑰花。谢谢剑姐的又一个玫瑰花。哎呦，谢谢小星的玫瑰花，谢谢剑姐的玫瑰花，谢谢剑姐的玫瑰花，谢谢剑姐的玫瑰花。谢谢好多玫瑰花。他进团就单推扎辉，你要做他的单推王是吗，园长？那你怎么说呢，这个叫什么，
那你是不是要变成了他的饭头？谢谢贱贱的玫瑰花，谢谢贱贱的玫瑰花。后背要打前辈的，对啊，怎么能这个样子呢？后背要听前辈的话，你进来你要管我叫老大。谢谢健姐的玫瑰花，谢谢这么多玫瑰花。没有，大家会我哪有你厉害呀？我哪有你厉害呀？我没有你厉害，咋不谢榜一哥哥？榜一姐姐不是哥哥，兄弟。佳慧狠狠拿捏了，我就是彻底的听不懂他讲话了呢，怎么办？剑挥剑，剑挥不好听吧，挥剑好一点。太甜了，我不想磕他们两个。健康，看来我的直播间非常的好玩。我的直播间多好啊，充满了欢乐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不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严肃的事情。不愧是他，哦妈呀，这文化水平就是不一样，这文化水平就是牛。啊，你来了，嗨，嗨，晚上好。不缺我一个 CP 狗。名字念出来。姐姐渣渣灰，人家都说了我。我怎么能说呢，对吧？我不能这样子自讨没趣。榜一大哥，哎呦，有点抖音那味儿。我一看到这两个字的 ID， 我就不知道我要说啥了。我就一整个，这名字十分珍贵，我一个王秋如怎么能念呢？对啊，我不配，我暂时还没有到达念这个名字的高度，是吧？翟大辉，赶紧出来谢，快点，送给你的呢。好甜啊！谢谢翟大辉老公。谢谢你的玫瑰花，玫瑰花，玫瑰花，我等着听你信，听我信。我已经，我咋不在？这是怎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是你成了那么多人的那啥呀？问我干嘛？送给你主播。我渣渣回头都跟你学坏了，他之前可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怎么能这个样子呢？我怎么就变成女主播了呢？我怎么就变成女主播？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么高大上的职业了呢？我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偶像啊！我就是一个，非常普通的修偶像，修仙的修像。这个主播，主播不需要。主播，
谢谢。哎呦，你这 ID 好烫嘴，不是一般的烫嘴，相当烫嘴。我谢谢渣渣灰老公。哎呦，哎呦，太烫嘴了！谢谢她老公的玫瑰花。对，谢谢她老公的玫瑰花，可以吧？怎么样？我说出口了，最起码对吧？没有那么难。我刚说没有那么难，我现在又我和佳慧没有那种关系。那你和谁有那种关系？真的会酸？谁会酸？我会酸啊？不吧，没有姐姐会酸啊。哪种啊？你说什么我听不懂。哎，姐姐姐姐你说什么我听不懂。啥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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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哪种关系？就是一种不可言语的关系，只可医患关系。对，就是我经常去就是医院看病嘛，就是治疗一下我的这个癫痫。医患关系。别啊别啊，那我们这可是救命恩人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我真的要被笑死了。哎，真的，我几个好朋友他们的脑洞真的好大。好了，我从现在开始我绝对不害羞了，我就念了又能怎么样，对吧？我也是不能少一块肉啊。我决定好了，我要做一个脸皮厚一点的人。念，好，我念啥了？我行呢。谢谢。妹夫，谢谢妹夫，谢谢。好难，不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难，就是你们不觉得很难吗？就是他真的很难。带标点符号，谢谢老公一个浪号玫瑰花，很简单，很简单。妹夫真的会失忆。哎呦，谢老公一个浪号玫瑰花。相信我的这个快嘴，你们都听不出来我读的是啥。这哪儿了？很没花。心一横念出来，对，眼一闭，心一横，没什么难的，非常的 easy， 非常简单。念的啥没听清？王球说抢渣辉老公了。那怎么办？谢谢乐敖老。谢谢老师的老公鸡的公浪号的浪的一个玫瑰花。谢谢。我觉得还是爸爸好念一点。谢谢老那啥浪号的玫瑰花，叫爸爸，因为我天天叫啊，不是，因为我爸经常就是在我边上嘛，我天天就叫我爸爸爸爸，就是，但是这个词儿吧。就是没叫过爸爸，是属于经常出现在生活里叫过的东西，知道吗？就是一个很熟悉的一个词语，而那啥是一个不熟悉的词语，是一个非常难以启齿的词语。
很肮脏啊？你想的是什么？回寝室多练练。回寝室跟谁练啊？给灰灰送发发，灰灰别放心。谢老鹰万号玫瑰花，谢谢小星的玫瑰花，谢老鹰万号玫瑰线。啊，送渣辉好，那我不谢了。谢谢渣渣辉老公的玫瑰花，不，谢谢渣渣辉老公送给渣渣辉的玫瑰花。谢谢。那为什么还养我呢？这家会有多少个老公了？他的老公在我直播间里有太多了吧？哎呦，谢谢来主播，谢谢玫瑰花。啥样子的老公？他有好多个老公了，他见谁都叫老公。渣辉确实渣，那是。渣辉，你有点坚持。渣渣辉好渣呀，他真的是又渣又渣，怎么办呀？我完全不是他的对手，我完全就是被他打败，我就是没有办法，就是和他对抗。怎么办呢？谢谢老鹰烂号玫瑰花，两个玫瑰花。我的茶叶还不到家，那怎么才算到家啊？我拉黑，我才不要拉黑他呢。我为什么要拉黑姐姐？姐姐对我那么好，姐姐对我很好的，我为什么要拉黑姐姐？谢谢老公啊，不对，我这怎么这一激动就说出来了？这老二浪号玫瑰花，渣渣会不要和牡丹花，牡丹花。啊，这个刚才那个绝对不是我说的，刚才那个就是我一激动一秃噜嘴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一秃噜就说出来了，并不是我真正想，就是真正想秃噜出来的，嗯，就是我没有控制住我自己。谢老二一个浪号梅花，老二。我心里怎么想的你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对这两个词，我对这两个字，我天生过敏，我过敏，我真的过敏，我过敏，我对这两个字很过敏，我对老婆不过敏，我对老婆不过敏，真的，我可以对谁都叫老婆。老婆老婆老婆好，老婆妈妙，老婆呱呱叫，要叫老婆的老婆，给你抓呀。怎么了？想喝我给你做的药了？你们这首歌听够了吗？你们还想听这首歌吗？咋啦？这首歌听的时间好久了，想换一首。那首歌叫什么？太 emo 了。哎，这歌也太 emo 了，为什么都喜欢 emo 的歌啊？快乐，呵呵，快乐，英文歌。Summer。
我要走了，我又回来了。大冷，大冷该喝药了。谢谢。一狠心一跺脚，咱就念了吧。谢谢老公的一个浪号的经理，谢谢你的经理。还好，一咬牙一跺脚一闭眼也没有那么难嘛。别上工认识你，散会。谢谢大蓝的玫瑰花。买个浪号去的，又没念你，你管我。大郎，我觉得大郎比老公好念。大郎，那个没有吧？我不为你要啊，不为你要，不为你要。我谢谢你啊，我都谢谢你啊。他们今晚都能睡个好，可能吧。我可太难了。我可是一个非常，我觉得我有的时候还是很矜持的，造福人类。我今天会删直播的，我就是这句话永远不可能再说第二遍。我真的是破天荒了，我真的真的很难，真的很难，你们不知道我多难，真的很难。我在这事上，对，我不知道为啥，我觉得就是不行。我知道矜持怎么行，我当然知道。谢谢大郎的玫瑰花，大郎真好，大郎还送我花，大郎送了我好多花。我结婚了，我结婚了。人为什么要结婚呢？我觉得吧，这种东西吧，你不觉得叫名字就挺好的吗？为什么要叫什么老什么呀，老什么呀，多腻呀，就多油腻啊，很油腻啊，你不觉得很油腻吗？就我虽然我是一个就是很喜欢开油腻的玩笑的人，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能面对吗？我夫君，我觉得夫君都比那啥好说一点。无法体会其中的甜蜜，有啥好甜蜜的？哇，很那啥，官人，官人，我不懂，我哼，看不起我，我懂个球，我懂，你管我，我可懂。啊，我知道我刚才的毛是怎么进了，因为我刚才就是揪了一下衣服，然后我又揉了一下眼睛，然后毛就进我眼睛里了。怎么会懂？不需要。你不觉得自己一个人非常的快活吗？就是你想干嘛就干嘛，你想去哪就去哪，你想吃啥就吃啥，对吧？对啊，然后呢，你再跟你的好朋友、你的室友，然后你再有一只温柔的小狗狗，那太棒了呀！谢谢大郎，大郎，好笑，对，玫瑰花，今天真的很快乐，我典型老天，天上咋了？天上就喜欢自由啊，就任何人都不要管着我。二郎是谁？我暂时没有二郎，我就是只有你一个大郎，我的大郎。
你们怎么这么逗啊，我这辈子都没有听过这么逗的事。放风筝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哎哎哎，谢谢大佬的玫瑰花，谢谢李知恩和李知恩叶知恩的棉棒。叶总，这可能就是叶总的小号呢，对吧？叶总为什么要叫我老公？叶总是不是暗恋我？叫你打的好，然后叫你，你想要叫你啥？为什么要叫我这个？叶总，老公真的比大郎正常？没有，我觉得大郎更正常一点。老烟枪叶子哥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不要骗我！我跟你讲，我是一个非常老公不好听，不是不好听，是难以启齿啊！就是读完了以后，我会手舞足蹈。骗我！好，那就还有什么词？官人。咋放句子里呢？放在第一年份，你管我，你就放句子里。谢谢老师。好难，真的好难。没事，反正我今天一咬牙跺脚读了好几遍了，就不差最后一遍，对吧？我就最后一遍好不好？就是好。谢老公的玫瑰花。啊，就是没有，我就是一个，我就难以启齿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我的就是天生的，天生的。有一次就无数遍，不行，不能再有了，不要再送我玫瑰花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不要了，我不想要了。谢谢老公的玫瑰花。占我便宜，我已经就是免疫了。哦，不能说免疫了，我已经放弃了。看来你是玩开心了呀，健姐啊，开心吗？我老开心了，你已经把我逼到，我已经免疫了。谢谢健姐的玫瑰花，玫瑰花，还是这个好听啊。谢谢老爹超级帅的玫瑰花巧克力奶茶应援棒，还有应援棒，谢谢你一条龙。谁站谁还不一定呢，哼。反正我知道，我知道我说完以后，渣渣会肯定是一个，对不起，没事儿，原谅你，你觉得我生气了吗？谢谢健姐的玫瑰花，下次还敢，反正还会有下次，我难道很开心？谁跟你说我很开心？我没有很开心，我不开心，我不开心，我要生气。谢谢希波克拉底之剑的玫瑰花，
他每个小号都有自己的人格嘛，这真的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个号是他最最最那个最不一样的一个人格，真不错，你们真的是不是我说的，丹辉怎么能这个样子呢？你怎么这样子呢？是官方的好，对的。丹辉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？他说你，我说啥？我说你这个号是所有号里面最好的人格。哇，谢谢健姐的夜蝶，谢谢你的夜蝶。夜蝶在这里，谢谢你的夜蝶，圈住他，夜蝶，夜蝶，谢谢夜蝶，夜蝶，夜蝶。过年了，过年了，孩子，没关系，我一咬牙一跺脚，也没有那么难嘛。但是我以后就不说了，好不好？我以后就不了。幺蛾子，扑棱蛾子。我一个大天秤。那我真明天真的要早起，我本来真的，本来真的要九点就睡觉了，本来九点就要睡了，然后呢？因为你们说要再多看看我，然后我就播到现在了。明天还有事儿，明天真的有事儿。明天我姐早上就要把我薅走，听说我要走了，我要睡了。那你们要跟我拜拜，你懂，懂的都懂。赶集，对，去赶集了，早点休息。你也早点休息，你们就要早点休息啊。拜拜拜拜，辛苦啦，拜拜，晚安，拜拜，啵啵。